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，李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天才。这位天才一生的职业太多，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，他的短篇小说集《连城璧》《十二楼》使他成为了清前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大家。其次，他又是一个戏剧家，《笠翁十重曲》《闲情偶寄》奠定了李煜中国戏剧理论始祖的地位。而且他还是一位美学家，由他唱编的《芥子园画谱》盛行300年而不衰，成为中国画创作的临摹范本。最后，他还是一位建筑家，这位讲究生活情趣的大才子，自认为平生绝技有二：一则辨审音乐，二则制造园亭。他每迁居一地，都要建园造亭。大约在1657年左右，李煜从杭州迁居金陵。为了建造芥子园，他四处筹集资金，最终筹得资金，买得的地不足营三窟，唯堪置一秋。然而，这位深谙生活情趣的才子，面对着狭小的空间，却淡然地说道：“三亩小田，微小如同芥子一般，就取名芥子吧。”借用禅理所说的“芥子纳须弥，以小见大，相互包容”，于是李煜便将这座小园林置身在了大天地里。李煜在园林里度过了他最为惬意的日子。可惜南京的芥子园经过了太多的改朝换代，又历经了太多兵荒马乱，早已萧条破败。然而幸运的是，兰溪还有一座芥子园。李煜是兰溪人，他出生在这个以兰花命名的千年古城里，不经意间便有了兰花的高洁雅致。人消逝了，故乡还在，故乡的人还在。兰溪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东方的莎士比亚，建造了这座江南园林。故曲精微属笠翁，名园小筑亦神功，至今一向兰溪去，好听秋江一笛风。《红楼梦》研究学会会长冯其庸这样赞美芥子园。兰溪芥子园位于兰阴山脚，占地面积9.3亩，园林设计体现了明清年代的建筑特点，继承了南京芥子园的建筑风格和称号。古朴内涵的中国古典园林，此时正散发着春日里的生机。这时候的芥子园渲染着一种色彩，绿。这里不是原始单一的绿，而是苍绿的古木，翠绿的青藤，碧绿的荷塘。这是水灵灵的绿色，这是毛茸茸的绿色，这是油亮亮的绿色。这一抹抹的绿色是生命绽放的声音，保留下了最是清新淡雅的情味。正门上方的匾额“芥子园”三字，是我国最后一名秀才、上海著名书法家苏菊仙110岁时的遗墨。字迹之中融入了自在而无忧的旷达之韵，散远而闲适的沉静之感。透过匾额，我们仿佛体会到了李煜
那诗意悠闲的生活。才名振世，李渔的才情，极高的文学修养，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。当时晚年的李渔回到兰溪故里，物是人非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了20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。不到故乡久，归来乔木山，故人多百种，后辈也苍颜，俗以平归浦，农游荒得闲，喜听唯见水，仍是旧禅园。当时的兰溪县令赵衮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，闻讯后亲笔题匾“才名振世”，敲锣打鼓地送到他家。从古至今，人们谈起李渔，皆是赞美，皆是敬畏。他的好友余淮说他是个尤物，因为他总是有着奇思妙想。他的另一位朋友王安杰则说他是个韵人，他的风度气质乃是千古第一位的。到了现代，著名的学者林语堂说他是一个心才独出、思想卓越的人。李渔的独特才识是真正的震慑了世间，流传了古今。转过回廊，步入侧门，迎面相对的是江南园林特有的月洞门。在中式园林建筑中，月洞门是必不可少的存在。洞门因形如圆月而得名，作为院与院之间的通道，它是一种过渡与分隔。作为景与景之间的变化，它是一种幻化与藏匿。圆月之中隐藏的是如诗似画的景致，如梦似幻的韵味。穿过洞门，才开始真正明白李渔这位美学家的生活情趣，风雅情味。亭台楼阁，假山池沼，荷叶田田，小桥流水，在这里锁住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园林春景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，把自然美、建筑美和人文美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创造出无限的意境。这就是中国园林的精髓，这是中国园林艺术大师宗白华所说的话，芥子园内的景致深得其意。芥子园的自然美为林与水二物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这话是苏东坡说的。苏东坡这人很喜欢竹子，在他固执的想法里，居住的地方竹子是必不可少的，没了竹子，人也会变得俗气不堪。芥子园里的竹子无需一大片一大片，便只需水畔那么一隅，便衬得芥子园高雅清幽起来。荷叶之清香，荷花之溢富，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竹之生。这是李渔在《芙蕖》中的句子。李渔视生命为四种花，春以水仙、兰花为命，夏以莲为命，秋以秋海棠为命，冬以腊梅为命，其中以夏日的芙蕖最得李渔的真爱。他爱了芙蕖一生，却遗憾不能得到半亩方塘做他的容身立足、赖以生存的地方。
于是他便挖了个凿斗大的小水池，栽了零星几株来安慰自己，这水池也就成了芙蕖塘。荷叶自出水的那一天开始，便将水塘点缀得一片碧绿，在夏天还未来时，在荷花还未开时，他们依旧享受着无穷的逸致情趣。芙蕖因为有了安身的荷塘，才逃脱了枯萎的宿命。而芙蕖塘连接着的一边是鲤鱼戏台，另一边是燕幼塘。鲤鱼一直对戏曲情有独钟，他一生所愿便是创办家班，而这个愿望在康熙五年得到了实现。这一年，56岁的他应朋友之邀，由北京前往陕西、甘肃游历，先后在临汾、兰州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乔王二姬。独具艺韵的二姬的到来，再配以其他竹姬，一个初具规模的李氏家班就组建起来了。李渔自任家班的教习和导演，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，他以芥子园为根据地，带领家班四处游历演剧，李氏家班红遍了大江南北。戏台檐角飞翘，赤柱青瓦，上有著名书画家周仓弥所题“粉墨长生”四字，两侧楹联为当年李渔在金陵芥子园歌台上所撰原文：“休迎俗世催双鬓，且置新歌赋雪儿。”雪儿便是乔姬的爱称。遥想当年，文人雅客隔水闲坐于燕幼堂前，二姬婀娜的身姿在戏台摇曳，绕梁的余音在园内盘旋。一夜一夜的唱，一曲一曲的舞，曲未终而东方已白，兴致盎然，意犹未尽。鲤鱼与芥子园之间是生活的情趣，情感的寄托。鲤鱼将对自然的珍视、生活的满足、灵魂的闲逸都汇入了芥子园里。在园林里走过，既是身体的一次行乐，也是心灵的一次漫游。乐不在外而在心，心以为乐则世境皆乐，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。小小的园林，大大的境界。陈从周说，中国园林与味有静观与动观，大园以动观为主，小园以静观为主，并相辅而行事。要知景随人意，动静适时，且与园之大小有关。芥子园适合静观的话，那湖州的前叶会馆作为江南最大的园林式会馆，则需要动观了。这种动观是历史的变迁。湖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，自古乃丝绸之府，鱼米之乡，文化之邦。而随着湖州的商业不断发展，金融业也开始崛起。尤其到了晚清咸丰、光绪年间，随着湖州蚕丝业的快速发展，湖州的钱庄陆陆续续开办，钱庄业更是一时风光无两。
到了清光绪29年1903年，由湖城前业界人士出资兴建了前业会馆，为同行办公、集会、商约、祈神的场所，属民间金融机构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和汇兑业务，经营范围集中在江浙沪一带。湖州大批的商贾在上海加入金融界，致使湖州的前业会馆成为当时上海金融会议的一个重要场所。前业会馆同时也是祈神的场所，每逢农历初一、月半，特别是正月初五，这里都要举行祭祀活动，祭拜会馆供奉的天下第一财神五财神赵公明和忠义财神关公，盛况空前。这些都是动态里的园林会馆，然而动静结合才是江南园林的模样。如同所有的江南园林一样，前业会馆里假山池塘、亭台楼榭、奇花珍木相辅相成，抑扬顿挫。前业会馆作为江南规模最大的园林式会馆，占地有6000平方米，巨大的空间张示着当年湖州繁荣昌盛的历史。而这里的每一处园林景致都是对历史的见证。碧水悠悠的池塘，平和如一块宝镜，映射出蓝天白云、亭台枝蔓的身影。清风拂来，杨柳悠悠划过水面，塘水泛起片片涟漪，幽静里的园林在那一刻鲜活起来。江南的园林更是山水之园，在这里石就是山，一叠叠的石头搭建起了一座座小山，于是石便有了山的千姿百态，嶙峋巍峨。江南园林里的石头生得平凡，活得精彩，它不会追求高山峭壁的雄伟之姿，它甘愿用最简单的堆叠铸造身躯，他不会向往天高云静的地方，他甘愿盘踞在池畔，与亭台细柳互诉衷肠。山不在高，贵有层次；水不在深，妙于曲折。当代的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这样诉说着江南园林的山水。假山下的碧池曲径，曲径畔的假山顽石，不经意间造就了江南园林里最别致的意象，最顽强的灵魂。而在江南园林里同样少不了的是亭台水榭。亭台水榭九曲回廊，成了园林里绝佳的妙构。绿树掩映着玲珑精致的小亭，亭外的曲折岩廊是造园者最精心的勾勒。造园者在前业会馆里勾勒了假山和小亭、武圣殿和玄坛宫、拜石草堂和茶楼，接着又是财神阁和经远堂，最后是景行祠。经远堂外墙的这座扇亭造型之妙，意韵之雅，令人惊叹。小小的亭尖上是有麒麟图案，
象征吉祥如意，亭顶墙面上是有象征福来的蝙蝠图案，雕刻极为精细。透过扇亭的起翘飞檐、雕镂装饰，我们似是寻到了江南园林里藏匿着的新趣味。如果说亭台是充满情味的，那么园林里的楼阁殿的建筑则是严谨细致的。楼阁之于园林，是一种突出景观的构成和园林整体轮廓的作用。有人这样说着楼阁与园林间的联系。此时的湖州会馆里，楼阁布局讲究，形式古雅。灰黑色的屋顶多为歇山式，飞檐翘角，如鸟丝阁，如灰丝飞，显得轻盈飘逸。造园的能工巧匠运用着最简单的材料，勾勒着最细致的造型，刻画着最精美的雕饰。江南的建筑里，木雕是自古以来的装饰传统，即使是在小小的楼阁间，他们依旧用精致小巧的图案传达着祈福平安的意蕴。江南园林的妙，便是妙在楼室、亭室、廊室、花影、树影、水影、山形、门形、窗形。它们本是独立的音符，却因为一座园林拼凑在了一起，谱写出了一曲交响乐。我们走过了小园林，看过了大园林，现在我们去往湖上园林。杭州有西湖，台州有东湖，东湖之胜，小西湖也。来到了台州，来到台州园林之首的东湖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座千年古园，因水而焕发出的万丈光辉。东湖因位于临海城之东故名，最初的时候，至少是在北宋初年以前，东湖不是以园林的形式存在，而是以军事目的而成型。公元898年，知州张卫开凿东湖，在这里建造船厂，操练水军。到了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郡守钱轩疏浚拓建而成湖，并且经过工匠的精心布局，在湖中建亭台楼阁，东湖开始向园林发展。明史几经修缮，直到清康熙至同治年间，东湖的园林之貌真正开始有了雏形。山光水色，楼亭台榭开始林立而起。百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所看见的东湖波光粼粼，绿树成荫，亭阁楼祠飞檐翘角，气度恢宏。东湖分前湖和后湖，湖中有舟渚，舟上飞檐八出，翘角低翠的就是湖心亭。四壁云山天上下，一亭风月水中央，四面轩窗以小坐，一湖风月此平分。
古今的游者为他留下最是风花雪月的诗句。要去往湖心亭，就要先走这九曲桥，弯弯曲曲竟有12个弯之多。铁制的桥栏杆，石板铺成的桥面，显得简陋而古旧。九曲湖桥东侧的亭阁叫半沟亭。然后我们就想起了白居易的这首诗：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沟流在此湖。此亭之名也由此而来。在后湖上还有一座逢源亭，这里的景致与前湖相距甚远。如果说前湖是水光潋滟、晴方好的秀美旖旎，那么后湖便是烟草如碧丝的清新明净。园林里除了亭还有阁，居于晚月洲之上的就是乔云阁，这是东湖里最高的建筑，是东湖之冠，也是浙江省第3高阁。据说乔云阁是为了纪念一位不知姓名的樵夫而建。明朝靖难之变，文帝逊位，成祖登基，樵夫气愤其不仁不义，便投湖而死。后来到了清朝，满族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，命各地收集忠义之士，这位樵夫被后人所敬佩，于是百姓建造樵云阁纪念他。楼阁为清代建筑形式，需4层，13层。整座楼阁共有32角，角与角前后相对，左右对峙，上下层叠或错落，结构精巧别致。临海的东湖水阁上、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，都是我喜欢的。这话是朱自清先生说的，那一日或许先生就伫立水阁之中，爱上了东湖之景。这便是诗画的园林。在诗性的处所，画意的江南，园林以宁静、古雅、灵动的气质隐没在繁华的都市中，不求名，不夺利，只是等待，等待人们的捡拾，等待人们的踏足。